五项热情挡不住台北市长候选人吴尔阳第一次到黄昏市场被票，马上遇到粉丝要求现场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不醉不罢休。好了，你政治不错，还留一段中间让我来唱。现场还原清唱两句，粉丝听得好不过瘾，甚至还有阿贝来个机车大回转，就是要称赞两句。哦，我求你好文卡吧，不你的手歌就就允许。祝您平安健康，黄昏市场人潮满满满，走过路过不少人抢合照，人气比想象中还要夯。被问到对市场熟不熟，话题还是蜂蜜柠檬。买柠檬我会买，我会看完以后我再去买哪一袋这样子。这样讲好了。拜票拜的有些腼腆，手上文宣也是焦点。一次扫街限量发1000多份，被外界质疑是否经费不足，吴尔阳自嘲反驳：是没有错，是限量没有错，但不是说不是为了不是图点那稀有，是说一开始没想那么多，那可能会那么多了。第一次到市场扫街，满满听歌粉丝人气也意外爆棚。三十五马家黄静怡特别报道。